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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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巴，我是一姐，我是五华。一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流行到乡下住一晚。现代人啊，为生活忙忙忙，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到乡下去住一住。对呀、我也觉得乡下住很棒，尤其呢，刚刚朋友就推荐我可以到南庄一游，因为在当地呢有很多客家美食串汤。串汤啊，就是餐厅的意思。也的确哦，到乡下、去住一晚的话呢，可以看星星，还可以听着虫鸣鸟叫来入睡呢。而这个乡下呢，就叫做总哈。总哈就是乡下了，而我呢真的很喜欢到总哈去，因为空气很清新，而且可以慢活。不过怡姐，你喜欢到总哈去歇鸭吗？歇鸭呢其实就是过夜住宿的意思啦，我当然喜欢咯。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玩的印象我到现在都还很深刻哦。所以如果要教给大家的是现代人喜欢到乡下住宿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天哈你一爱去总哈歇鸭，天哈你一爱去总哈歇鸭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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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巴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现代人放松的方式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徐小姐吗？对，我是。欢迎来到我们南庄来歇鸭，那这是你的钥匙，来，我们现代人过去哦。谢谢，谢谢。早安，觉得睡好吗？睡得很好啊，因为南庄的空气非常的新鲜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到总哈歇鸭，很舒服哎。那早餐都帮你准备好了，可以下去吃早餐了。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小姐，请问一下哦，南庄这边有什么好玩的，还是有什么好吃的哈嘎串汤？你可以去南庄老街逛一逛，那边有很多小吃跟伴手礼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去乡下住一晚，能够放松身心灵，我觉得好棒哦！真的超棒的，尤其我去南庄啊，那里很棒哎！你看哦，他们的串汤非常的好吃，然后呢，他们还有老街可以逛一逛，另外还有护鱼步道哦，真的很适合大家去走一走。刚刚提到的串汤其实就是餐厅的意思哦。那么到乡下去住一晚呢，这个乡下就叫做总哈，总哈就是乡下了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呢，到乡下去住宿，住宿要怎么讲呢？住宿就叫做歇鸭，歇鸭就是住宿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还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现代人喜欢到乡下住宿这句话，应该要说的是天哈你一爱去总哈歇鸭，天哈你一爱去总哈歇鸭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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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巴就告诉你怎么样放松身心灵哦，我们下次见。